芊芊呐、啊，爱记起赞、搁起订阅、洗刷、盖小盒，你所有的朋友哦。等一下，怎么这么大力？大家好，我是美食睡的芊芊。万圣节快到了，不知道平常大家有没有 cosplay 的习惯呢？今天我就不 cosplay， 今天呢，我要来做一个千宇宙，因为我很常在家里躺着的时候，就会有人私讯我说：“千，你是不是在高雄？是不是在台南？是不是在彰化？”都没有，我就在家躺着。所以呢，今年万圣节我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就是号召千宇宙，大家一起来开箱看到底像不像。重点是传闻中长得像的人对看会串起来，究竟我们今天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而且呢，我们今天也要做一个测验，因为长得像，究竟食量会不会一样呢？然后我觉得刚刚很好笑的是工作伙伴们，我说有没有像，他们每个人都说像，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讲开箱有对吗？首先第一位阿婷呢，他投稿的照片是这一张，有没有非常像？你在路上或者是朋友有没有说过你跟我长得很像？有。你是朋友跟你讲过长得很像吗？对，然后还有那种 Seven 店员或是计程车司机都讲过，都有讲过。所以你遇到说问你是不是芊芊的时候，其实次数算多。他是说你长得好像芊芊。我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平常戴口罩，有些人会想说你是不是那个很会吃的？我以为大家的问法都会一样。那我们就数到三一起。不是一起，数到三拿下，一、二、三，哇！哇！你可以对镜头拍手这样子，嘿，我是阿婷，嘿，我是阿婷。我自己其实觉得没有很像，没有很像，那是因为我今天水肿，你不要这样子。不是，那你之前被说长得很像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形容吗？没有，就是说你好像就是好像前。我等下我抓到了，我抓到了，你哪里人？云林，云林人，你跟我一样有台湾国语，这一点很像。有，我自己觉得不像。那你现在实际看到，你觉得像吗？我觉得怎样？你说。那我想要问一下，你觉得你跟我相似最像的地方是哪里？远远看到多远？一公里外。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上，对，稍微低头的时候。那你平常食量怎么样？食量就是没有你大，但是因为你真的很大。没有啦，哪里大？我朋友都说我就是以女生来讲，我算吃蛮多，20颗应该可以。20颗那很强哎、欸，我们这些都鸟胃、欸、不行吗？欸、等一下问一下，因为10颗不会饱啊。8颗？怎么可能？因为你刚刚已经先看过大家，你有觉得哪一个是最像的吗？我觉得都很像。那你有觉得很像很多姐妹在旁边的感觉？对，就是复制人。好，我在团购公司工作。最近有什么红的东西吗？最近你最红？哎，没有啦，我也这么觉得。我现在因为中秋嘛，所以零食礼盒这些都蛮多，开箱，然后也会试吃啊，试用。我们下一位是彩虹老师。彩虹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平常有在路上或是被朋友讲过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我有被朋友讲过，被误认过一次而已。啊，那你怎么回他？我没有回他，因为他就是说嗨芊芊，然后他就走了。我在路上遇到人家也是那种条都不爱滚，人家就是哎芊芊挥手，然后就走了。我以为他会想来跟我合照。你们有被说过长得像 Jenny 吗？没有，但有讲过别的。谁？忘了。因为我之前有被讲过长得像 Jenny， 他说是不是 Jenny， 我就点头，然后我就走了。而且重点是我看了一下彩虹老师的身高是170。这个呢是彩虹老师的投稿。彩虹老师，我觉得你这投稿不对，因为我从头到尾只会看到狗狗。太可爱了。一二三，哇，你们两个好像长得比较像哎、欸、你们两个长得超像哎、欸、那彩虹老师是哪里人？彰化人。彰化的哪里？皮头。哦，敲一下。好，皮头很多那个广播电台卖中药的。哎、欸，那彩虹老师的职业是什么？就是老师。真的是老师是不是？那你可以对着镜头拍手说：“嘿，你好，我彩虹老师。”“嘿，你好，我彩虹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讲这一段蛮尴尬的？有，我常常在路上会有人叫我这样拍手，然后叫我表演这一段，我真的是很想死，因为我觉得很尴尬。然后彩虹老师，你觉得你哪一个部位跟我长得最像？也是远看，我觉得也是远看、没有，我觉得眉毛跟眼睛最像，因为我现在在想说，其实你们两个真的长得很像，你们等一下不要联络一下，搞不好你爸妈认识。因为我家在云林隔壁而已。我外婆家在云林。那搞不好真的。那我想问彩虹老师，平常食量大吗？不算大，不算大。我是看工作的。看工作吗？对。常老师是教哪一类？幼儿园。辛苦了。我没教什么，我没教什么，我小侄女很好带。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看了一下大家，哪一个特别的像？那个白色的。哦，爱家是不是？对，大概10颗。10颗吗？嗯。你们这些8颗的，要不要检讨一下？正常。那你还会再点个汤吗？不会。那你今天有望会变成最后一名的。
我们下一位是秀仔，秀仔，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照片。秀仔，我想要问一下，之前有没有被误认是我，然后或者是被朋友特别讲说，哎，你长得很像谁之类的经验吗？我都是被朋友误认，然后朋友误认，他是朋友吗？被朋友说很像。我这样子突然期待值就下降了。不是，就是一、二、三，秀仔。你们三个长得好像哦，等一下，我发现大家的共同点真的都是皮眉毛，特意凑一起秀仔，好尴尬哦，怎么办？我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呢。那秀仔，你觉得你哪一个部位跟我最像？眼睛吧，眼睛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开箱的这三位呢，都跟我平常打扮一样。我今天本来也打算穿绿色洋装的，嗯，然后这是我平常上班的时候的样子。我是彰化。哇，你们两个同乡，那你是彰化哪里？二林。我真的，我要跟你讲，真正是二林啊！真的，你是二林人。我比较靠近方院，所以就是在学区那边。哎、欸，怎样？我们不是学区，是不是？你好好讲话、啊。那我之前拍的二林的影片，我都吃过，是不是很被推荐、啊？不是从小吃到大，不是什么，不是。那你一餐可以吃几颗水饺？大概10到15颗。我实际上以前小时候比较。我们家小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我可以吃两个便当，然后再吃其他零食，然后火锅我是可以把自己的吃完，再把朋友吃不完的吃掉。哦、你跟我好像，朋友之前都说我有点像是朋友界的朋友。对，我就二零人，就是、欸、敲一下敲一下，我发现很没有默契，我有点像。不要说什么，在路上跟人家这样子的时候，都会有人过来。我刚刚接了三位，没有人要理我。你的职业是什么？直播小帮手。直播小帮手，哦，那你觉得我的直播很棒？我是不是在直播界算是一个天后？天后，天后，天后。后面那两位真的很像，很像是不是。一开始我是看艾佳，我觉得超像，然后后来婷雨，对婷雨，哦，更瞎侧脸真的超像。好，那我们就先下一位艾佳投稿的照片，就是这一张。是不是非常像？然后艾佳曾经有跟我的立牌合照，之后有 tag 我转分享之后，那一个限动我收到了快100折，天哪，好像哦，不是你本人吗？所以我其实非常期待可以看到艾佳。那艾佳之前有在路上或是朋友说过跟我很像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吗？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整体像，如果要介绍我的话，都会说我有个朋友长得很像浅浅。一、二、三，大家好，我是艾佳。超像哎、欸！那你本人看到我，你有觉得像吗？我先讲，我今天水肿，扣子掉，所以我也觉得我们蛮像的。我起鸡皮疙瘩，我是不是要死掉了？嘿，你好，我爱家啦。哇，好可怕！怎么会这么像？我要回家。等下你是哪里人？我是桃园人。好好好，我爸应该会跑那么远。朋友都说面中部啦。面肿，面肿，面肿。哎，请等一下，我们两个虽然长得像，但默契更不好了，怎么会这样子？你该不会也是金牛座吧？是啊。好好，没事没事，我真的怕我们太像了，这世界上只能留一个人。我自己觉得侧面，侧面什么？来来，侧面给镜头一下。好，这样，等，旁边刚好是那个婷雨拿着我的牌子，我要死掉了。我这种个性，平常如果大家误认为你们跟我很像的时候，会觉得有困扰吗？不会啊，我觉得很荣幸哎、欸，有你啊。这样子啊，好啦，婷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到我了？我对于单一口味的食物真的比较没有，大概15颗，15颗。抱歉，我的经纪人跟他说15颗。先给大家看一下婷雨投稿的，几乎是最压线报名的。但是呢，我们全部的人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呢，我都真的是像到一个不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然后我想问一下婷雨，平常有没有被误认成我，或者是朋友特别讲过你跟我很像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吗？我只有一次被同学说很像，但因为可能我平常有刘海，所以人家不会觉得很像。那我现在有刘海，你有觉得像吗？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发型师。哇，一、二、三，大家好，我是婷雨。哎，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我知道，然后婷雨是澎湖人，对，今天从澎湖过来。对，艾莉牛，艾莉牛，谢谢你。所以你之前被误认成我的经验算比较少吗？或者是朋友特别讲刘海，所以你平常是不会把它夹起来的？不会，因为同学说有刘海比较好看，等下夹起来也好看，五官好看的人才可以露额头，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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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只能点头，因为你们露额头。那你觉得你哪一个部位跟我最像？我觉得脸型吧，还有侧脸的时候，大概8到10颗。8到10颗，那你有什么你比较喜欢的食物？炸类吧。哦，那澎湖你有没有最推荐什么食物？三哥香鸡排。三哥香鸡排，哎呀，我也喜欢，有酒酿的味道，你也点，是不是？是不是？嗯。你们觉得最像的人是谁？大家都全部都看着婷雨，你们这些人，3、2、1。哇，你们两个不愧是排在最后的。哎，那工作人员有觉得哪一个最像吗？
爱家，我没办法跟他一起对抗，我一直觉得鸡皮疙瘩要起来就。那我们呢？现在开箱玩，就是大家都露脸玩之后呢，我们等一下下一趴就是要来看看千宇宙很多个千千究竟实量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一秀妮比赛下去吧，一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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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看着，哎，你们都没有灵魂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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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现在一转眼之间，我们桌上的水饺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刚刚很好像是看着大家就好满的水饺啊，你们对今天的这个有信心吗？没有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赛制呢，就是十分钟内看谁吃最多，然后我们桌上每个人的里面都有30颗，然后我本人不是计算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这是有点趣味性的，所以大家不要勉强好不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计时了哟，10分钟计时开始。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怎么这么快？有没有人觉得已经有点饱了？我自己也很死了。好久哦，对的。今天一盘怎么感觉都没有变？对啊。而且我跟你说，快吃东西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就会一片安静。好像是不是年纪小的？好好讲话啊。年纪比较小的那两个人的都很多。但我记得婷宇好像不喜欢吃水饺，对不对？照普昌没有很喜欢。嗯。而且你知道有多可怕？我一抬头我就觉得很像是我在对面吃饭，因为有些餐厅不是有镜子吗？看我的最后一颗，好快。观察大家，大家现在低头的感觉，而且大家的睫毛都很长，因为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天哪，千宇的睫毛好长，所以大家就瞄一下，果然大家天生丽质。对啊，我绝对不是在夸奖我自己哦。而且我觉得婷仔一定觉得现在很安静，所以他连开啊秀仔，他现在开东西超那个。现在多久了？现在来看一下。2分12秒，你就会觉得这时间度日如年。彩虹老师可以的，但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爱家吃最多。哎，阿婷也很多哎，吃完，很饱对不对？饱了，就是还可以。哇，你们两个是怎么一回事？很强哎！我问一下秀仔，秀仔你有在追星吗？追。你追谁？流光汉。那你有追韩团吗？韩团或是 BTS 那个 V。泰亨很帅。没有。那彩虹老师有追韩团吗？没有。我是听团的，但是他在追小孩。真的？我没有惊讶了。那你听团听谁？音乐界的那种。哦，抱歉，我放弃了。艾佳好像快要不行了。艾佳这个角度看起来相当的漂亮。婷仔，阿婷。三，时间到，放下筷子，辛苦大家了。5、6、7、8，哇，你超强哎！自己也看到了。等一下，这个大概算。哎，不会啦，很好算的，不要这样。3、22、85，怎么样呢？我很棒哎。好，我们这场比赛呢，10分钟感觉非常的短，但彩虹老师觉得很漫长。我刚经过2分钟的时候说，现在才过2分钟哦，就在这10分钟内结束了。我们这次冠军有2位，而且跟他们刚讲的数字其实差不多，那就是我们的艾佳跟阿婷。我觉得超级厉害，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吃18颗，然后10分钟。那我想问一下阿婷，你现在会饱吗？有饱，但还可以再吃，还可以再吃，只是时间比较短。对，因为太短了，我平常不会吃这么快。好，那你家你现在大概几分饱？8分饱。那你真的很强哎！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刚刚我们在吃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次就是一颗就一口，因为这个水饺其实应该算大颗，对不对？算大。觉得你现在几分饱？7分饱。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子。
大家坐一个桌子这样子吃，六个人低头在同时吃的过程中，我有种过年在围炉的感觉。过年围炉不是大家都是亲朋好友嘛，所以大家长得一定都是有点像。然后我看一下，唐秀仔是大概也是十颗内，十颗内是不是？常老师你还好吗？我很好，还好是不是？我刚刚其实以为常老师会是种子选手。眼神超死，你觉得刚吃的这个时间计时跟顾小孩哪个比较累？顾小孩比较累。好好秀仔，你刚刚第一个放下筷子的，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很饱，因为它太大颗了。太大颗是不是？恶灵人。我们都吃煎饼，他在吃这个哦，高丽菜饼，他在吃哦。对，大家就来恶灵了，知不知道？我们这次的竞赛就这样，换场地。嘿。我们今天万圣节的特别企划千宇宙就这样结束了，不知道有没有符合大家说长得像应该也很会吃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准的，没关系啦。我觉得没关系。婷仔跟艾佳真的是阿婷，因为阿婷跟艾佳是真的吃蛮多，因为10分钟18颗，其实我有点小吓到。所以今天在订水饺的时候，工作人员问说大概订几颗，我本来其实抓一个非常少的一个数字，还好是一个安全值。然后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来看这支影片。如果你周边有朋友也跟我长得很像，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或者是你今天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觉得谁很像，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就先这样，拜拜。哎，这个如果没有放音背景音乐，你们看起来会超级奇怪。你长得很像江宜蓉，没有被讲过，但我被讲过很像谁谁谁。谁？很多、啊。谁？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信心可以吃过它？有吗？有吗？有吗？有点信心。不可以。讲笑话。睡觉好吃。好吃。还没开始咬就说好吃。